我就知道，你怎么一次一次的也不长记性呢？我这次在贵阳认识了几个做水果批发的老板，我想把咱们村的西瓜做起来。我跟你说，以前开什么茶厂、养猪场，你哪一次成了？你现在又想种什么西瓜？你会种西瓜吗？啊，几个会种啊？现在刚好能种最后一茬，等过了这个月就得等到明年。村子里面已经人找阿吉哥学过了，他根本谁也不教。那这次不一样啊，我有销路，还能赚钱，他能不干吗？你别瞎搞啊，待会儿阿爸阿妈知道了又得生气。哎，行行，别说了，别管了。杨露萍，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？阿东，打交道。